以西结书第四十一章一节，伊阁带我到殿下娘像的挑，这边交六丢，那边交六丢，看下甲花木相款，门口看十丢，门的双边边，这边五丢，那边五丢，伊娘殿。长四十丢，宽二十丢，伊到内殿，娘像一条，大家交两丢，门口宽六丢，门上边大家宽七丢，伊娘内殿，长二十丢，宽二十丢，伊对我讲，这是指圣所，我知，伊个娘殿的墙交六丢。为着殿有边房，各宽四丢，边房有三层，这层贴伫迄层的顶面，每层摆了三十间。边房的娘看伫殿墙坎的顶面，免得插入殿的墙。即为殿的边房，哪悬哪宽，因为边房为殿，直直贴起哩，所以哪悬哪宽。对下一站到中站，上到顶站。八站，我阁看去殿周围有悬的平台，平房的地基悬足足一个尺，就是六大丢。平房的外面墙高五丢，平房以外阁有村的地，伫平房甲对面的厝的中间有空地。跨二十丢，边房的门拢五所村的地，一个门五北，一个门五南，周围所村的地跨五丢。十二站，伫西边空地前后有厝体，跨七十丢，长九十丢，长四围九五丢。安尼，一牛田长一百丢，各牛空地。甲遐厝体、甲墙共长一百丢，殿的前面甲双边的空地宽一百丢。十五站，伊娘空地后面遐厝体甲双边楼的廊共长一百丢。内殿院的廊、户顶关闭的窗啊，甲伫户顶的对面三层楼的廊，对涂骹到窗啊。窗仔拢有牙坎，直到门的顶面，就是到内殿、甲外殿内外四围的墙壁，拢照寸尺用插板牙坎。十八层墙顶雕刻基路伯甲樟树，每两个基路伯的中间有一丛樟树，大个基路伯有两个面，这边有人的面。五丈树，那边有西的面。五丈树，殿内周围拢是安尼。对涂骹到门顶面拢有基路伯甲丈树，殿墙就是安尼。第一节，殿的门条是四方的，至圣所的正面宽室甲殿的宽室一样，单是插座的，悬三丢。长两丢，单角、甲单面、甲四边拢是插座的。伊对我讲，这是耶和华面前的道。二三十，殿甲至圣所的门各有两扇，每扇分两扇。这两扇是会拗直的，这边门分两扇，那边门也分两扇。殿的门扇顶。有雕刻基路伯甲樟树，甲刻伫墙顶的一样。伫外面廊的头前有高的插板，廊这边、那边拢有关闭的窗啊，甲樟树。殿的边房甲插板就是安尼。